了对了，我操！他们点他的后面那个灵视图啊，点他视图，不能直接点视图飞，血雨的。叫夜深里请进啊！啊，对，夜深里请进。他们灵波有点快的，估计这个卡还没他快。他们灵波有1300左右，1300左右，不会1400了。不过他卡片是一样的，我们肯定比他快。他里边有个快的，他估计另外一个也是快的。那我就说，他两个都比你快，大概率都比你快。还行吧。还有一只宝们，十啊，可以。那么他小爷留自己的，无论你就点着狮驼自己的小爷，点狮驼小爷那个半天啊，我拉你起来。好。我把盾上一个啊，可以。下一句摇石头吗？摇，可以压住。摇过去摇。摇得住，摇得住，摇得住，刚好比他快。对面高速拉起来，刚好摇得住。啊，高速拉起来。他们只有高速啊，他们没龟速。那个血神墨的，我们先上凤眼斩的啊，就是可以弹伤害。嗯，好，下次。对，如果他自己点了嘛，就该就出来了。我把你舍了，然后女儿点狮驼那个，点狮驼飞，然后绝育砸，砸谁？砸下面那个吧，下面那个双生水门。好。下面那个刚舍满好像。你给我舍满，应该是能砸得死，问题不大。他死亡了，嗯，听听了没点了，挂小死亡吗？这是，先扛住，先扛住。我看了你的那个 PK 之后，我觉得要扛住先，哈哈，先扛住，死亡不着急。对吧？没点了，太亏，
应该要点他一下。不是武装的宝宝应该要点他。摇了，我们队长的叶落才摇好少。队长少那个，对呀，咋这么少？对呀、啊，你我们摇1700，他摇900，这摇的不太对劲呢、啊。那个，我们待会先给我打个流云啊，地府打个流云。好好好，我下把给你打。力量加少了。但他不会自航了。涡轮还是我拉你，你那个啊，猴哥文哥给那个地府卡个大军。好，我给你请流云诀，卡大军。啊对。我们小爽挂了石头，是不是死了？一路是咬死。对。涡轮就点的石头，涡轮就点的石头。他四火死，直接虚死。我操，6000！真虚死！我操！啥？可以。1700刚出来。这个小爽也可能挂死，是吧？嗯。武装得套化身。闪现，不能自己点呀，自己点拉飞出去啊，自己拉飞出去，然后，龙哥千术给地府顶一个，直接换吧，直接换，龙哥千术顶一个，直接换。最下面那个小爽挂，我们没中是问题。对，我们没中有点亏，还是他快啊。死啊，感觉就死吧，没事，女儿村比他快，还好配速点，还好配这个闪现应该是配的。走，要了吧，放心，发生改的听说舒服。神了，继续点他。我能点他自己手啊，点他自己手，继续直接砸他的。我们继续点春山派流水啊，继续点他。啊，对，继续点春山派流水。你套化身了吧，化身套他队长肯定死了。啊，好。我直接跳过去吧，卡
开无间也行呐，开北一旦套中化身，套不中化身，把地府射满了。开吧，开了，开了，你一会儿死满了，他盾一消失，我只把他血给砸了，对，我只把他化人砸死。没事，抢拉了，抢拉了，拉了拉了。哎呦我操！操！死死死满了，没办法，稳一点，直接换虚弥。然后 boss 的话就直接换。啊、boss 了，真的这个没办法。对，这把肯定 boss。我日，这他妈的没死啊！别扛着了，死吧！好虚弥。他就一万。多了血的地方，我操！虚弥秒8500啊！死了吧这一货！我靠，那死了，那肯定死了，直接砸到化身，直接砸化身。他直接吃的。啊，他地府肯定直接吃了。卧龙自己不用点了，卧龙给地府砸了大军。无论你死了就直接死了，肯定没法那个的，扛不住的。这地府肯定死了。我这个血雨你是给我死神的吗？你血量够的，血量够的。我血量够，但是我血量低，打的伤害不高。不影响，不影响。就你只要够血雨就行，他不会说你血量不够，他那个伤害低。他扣的血是固定的扣的，你看漂亮。哎，死了死了，血雨，我他妈砸到哪里去了都？你怎么经济五啊？啊，我经济五的。我靠，那玩的死嘞！按出 F 键了。待会儿那个。准备留愤怒的吧，准备留够那个先发的。对对对对，我留了，我留了，我特意留了这东西。本来行，待会直接换虚弥，我们直接换虚弥。嗯，必须的。还不是坐飞机，扛出去行。是坐四川车还是五川车？啊！我操！我出去还在扛。他现在没有那个，你直接换虚弥就好了啊。嗯。我操！娘，我得吃啊，这有点不对啊。舍身呗，先舍呗。我，对你直接换虚弥，然后卧龙自己。乌龙，我直接吃，我直接吃。乌龙，你那个千术给地府点个大金。好、哦，我压下面那个灵波。都行都行。哎，你地府吃了，下巴你还够不够笑啊？够笑。哎，这武装这把好血。先发吧，啊，他没拉，拉不了，还拉不了，下巴可以拉，我这波能打、啊。你天数给我卡，
我先说给我继续顶大军啊，我这边给你打上。我这波打上吧，他拉起来下波可以扛，打上了啊，打上吧，套呗，套他们。对，我套。这波女妖圣面上出去，对面的宝宝差不多了。好，威廉，哎呀，原来是你，先发打上来，走位。宝宝应该是矿。对，就是小马了。那个你喝个酒，你喝个酒，红哥你喝个酒，我开个眼，我上个塔就够了。啊，上个塔那行，那你直接血雨砸好了，直接砸马就好了。血雨砸马。对，血雨砸马也加伤，也加那个的，也加愤怒的。对，我现在91，我还可以再给你起个先发。啊、我也先发，金属不够配，有先发金属不够配。问了以后这种局要点他那个物理，就他肯定会点他一个物理，或者点他一个，你就点到他人的话你就赚了，点到他马的话就继续点先发啊，龙哥继续能叠加吗？应该会刷新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试一下。你有没有小马换一个？有，有小，你换个小马吧，你换个小马。你试试看能不能叠加，我也想试试。我试，必须试。这个现在是一回合，他现在就三回合。应该是不行的。我没试过。可以，几回合？一回合，回合没刷新了，回合没刷新。没刷新，不行不行。没事，你不要小马吗？你砸上面下面的凌波吧。没有，我砸队长了，小我砸队长了，怎么砸都砸不死了，没法整的。看吧，他行不行得出来？应该是行不出来的。你带小马的，他往哪里行去？我就怕他。我记得我们还补了刘云珏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补了刘云珏。对对对。因为我今天要说了，不算是超快。应该结束了。武装这把怎么套不中啊？地府这门派本来就不好套中。有可能的，宝宝抗风的。对，宝宝是抗风的，宝宝估计是抗风的。对，极有可能抗风的，威速的。you